华语影视女演员，因为2011年主演古装剧《战国》而备受关注，之后还挑战了动作片、警匪片等不同题材，演技虽然众说纷纭，但是时尚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女神。不久前，景甜受邀参加巴黎高定秀，深蓝色针织衫搭配小的牛皮单肩膀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休闲舒适。深夜现身机场的景甜整套穿搭个性抢镜，曝光和张继科的恋情后，景甜整个人也亮丽了很多。白色印花 T 恤搭配草绿色外套，最抢眼的要数反穿的热裤了，个性十足，网友惊呼真的很敢穿。景甜身穿蓝色外套，立体 V 领设计潮流时尚，搭配红色细薄臀裤，脚踩紫红色高跟鞋，气场顿时全开，简约不失性感，纤细的美腿更显女人味。身穿黑色外套，体脂给人高级尊贵的优越感，内衬白色 T 恤时尚百搭，一条花气半身裙。